节课上什么？由你们的运气来决定。别太离谱。来，让我来。不要！不要晃，看我扭转乾坤。这招也行。体育课想干什么？全凭你们的运气。自由活动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抽到的是随便休息。看我的，谢谢参与，什么意思啊？恭喜哈什么，这就是不用上，直接放学。谢谢老师，老师再见。等一下，吃饭前每人要完成一项任务，全凭你们的运气。我先来做家务，怎么会这样？轮到我了，为什么是做作业啊？还是看我的吧。看电视。我运气太好了吧。